我来到了内湖的靶场，明明是要带我来打靶啦，但是我以为是拿枪的那种，可是看起来好像是拿剑的嘛。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放空啦，写歌写到当机了，需要来放空一下。等等等，林云熙他们，等等见。希望下面没有蚊子，我在防瘟疫。我以为我今天是来射枪的，我明明就跟吴文芳说，我们今天要射箭哦。结果是我想打，你想打吧？我的箭，你的箭，你还有专属的箭？专属的吗？专属的。我跟你们讲，全明星呢，就是没有遇到我，不是你们太厉害，是你们没有遇到我。我不说吧。啊，Let's wait and see 哦。很像那种动漫里面的神射手。那这个是小朋友初阶幼幼班，等一下会用到什么肌肉？哎，你不是有打过？肌肉背肌，背肌真的假的？因为你要两边的，你要做后背张。哦，是这样，所以我可以暖身一下是背肌的部分。暖身，第一步穿护胸，像这样子。哪里是正面啊？这边嘛，一定要装。它这边有一个这个，所以你的手靠进来。然后就是你手要让它在这边，不要在这里靠，不要在这里靠，然后你可以调一下。那护胸的意义是什么？就是它可以防止，就是比如说衣服会打到。哦，先套手，看一下，应该是这样子。好了，你们要送那个护臂哦。哦，这样子。哦，对哦。还有这样哦。还有，很符合这个顺风法则的感觉。哦，它可以防止。被打到了，对，看起来很帅呢，打得很帅哦。来验收一下，这里小心地板的，地板的小心，地板小心，地板小心。他们人家那边纸都射烂的，我们还很干净呢。但他们已经射一个小时了。我们的好啊，但我们还是很干净的。我们要认真。对，你看旁边的，来，这个人偷作弊，他都用瞄准器，来试试看我们的有多难。哇，射到，好啊，有红线。你们这个很难耶，对吧？来看一下我挂弹，我学教练姿势都错，所以伟林没有照教练姿势都对。一二三，对，你算已经很集中了。对啊，就不知道刚刚是，光是有念阿弥陀佛。你在那边，那我拿你阿门。宣传法则队的选手，不要用教练的动作。叛逆。有在自己的纸上，有在自己纸上，但都没有射到里面。我动作这样是对的吗？你好像还要在后面一点。你说这个对，教练是碰到你脸颊、耳朵，靠着他，然后左手放轻松一点，肩膀。我射到你的。好了，专心了，刚刚都在玩，现在我要认真了。全明星就是没有遇到我。我们放认真了哦，大家听好了，说好酸。谢谢。为什么说到黑板那边？不是你们太厉害，是你们没有遇到我。Yes， 呼吸真的有用听都很简单，真的做都做得到。来，送了一堆分数给别人。你的呀。看过来。越来越厉害咯，蛮集中的咯，都有射在自己的纸上。不错，刚好那个弹出来，谢谢。试试帅箭，很重，这样是对的吗？勾在，黄色队里面，对，黄色队，好，自己，然后这个这边，哦。下面啊，下面，好酸，左手很酸，那很帅哎。刚靠的时候这样，非常非常好靠吧。
前碰鼻子。所以我对了。我用右眼看着瞄准器，瞄准黄星，然后放箭。哦，那个力道很大，力气很大。旁边那位很帅啊。哎，那个开场动作可以教一下吗？开场动作，开场动作，教练。开场动作教一下。要很安静，要很安静。先深呼吸。看旁边，看着吧。然后继续动。举高。再放中间。直接射出去。所以他这个招力气，比较不太压的。长吗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就是装逼。气势也不错。好帅，好帅哦！太高了。各位观众，我们不要看结果，我们看过程。哎，其实西西那个方式可以拉比较长，哎，真的假的？我觉得啦。哎，跑到上面。有在纸上。有的只能谢谢你提醒。来看一下，我都设在这里。所以这个有点偏，来来去去的感觉。哦。好，所以等一下是这边要把这个泳圈设到那边，你就获胜，七次获胜。好。然后每一次的时间只有30秒。1、2、3。我们赢了啦！赶快啊！没事，耶！我们赢了，耶！不要走回放。我以为射箭不会流汗，射箭大爆发。射箭很专注，是会流汗。会流汗。我偷拿林明熙的箭。来啊，这里啊！他们有两只射上去啊，那个心要静，要念阿弥陀佛。要用这个箭压。去哪里？哦，哇，心静了一下，果然有用。厉害哦，阿弥陀佛。我帮你 Google 一下心经。他比较重啊，那所以你一定要靠靠他。黄色哎，厉害呢！多念一些佛经，真的是有差。你们比赛都是可以休息的，就是60秒时间啊，是哦，60秒要射出一支箭，那会很急耶。现在的比赛选手，一支箭最多30秒。哦，是哦。所以他们算是给他们时间比较多的，很多很多很多。我觉得全明星就是一个进阶，先让大家喜欢这个运动。哦，对，介绍这个运动，要很多时间才能抓镜头啊。对啊，哦，原来是为了这个啦，对，为了这个。歪了。我再讲一次哦，你动作要是这样，手肘抬高，贴在这里，这里，对，贴住这样，这个感觉。嗯，这样才是稳定的。嗯，否则你刚拉都是在这里。哦，所以我这里要抬高哦。贴上去。哦。靠上去之后再回来，然后再往下。只要漂亮就是要再回来，你要靠上去之后回来，然后变成十字的结构。哦。酸。嗯。没了。不错啦。厉害哦，有进步啦，厉害哦，有两个没在纸上，纸球有在纸上。哇，那以前的人发明这个到底要怎么射小动物啊？他们去哪里练习啊？不知道哎，野生就是他们的练习场。他们应该也会设一些目标，就是平时的那种练习，比较不会动的目标之类的。而且他们还在骑马，骑马射，根本不符合人体工学。谢谢教练，他是小林教练。谢谢教练，谢谢教练来玩，嘿，吃饭。